这里喜欢多了一点，拉开，去好，这个要写紧一点，然后这里趁机拉开，合，送过来以后，落笔。写个白你就顺势再往左边伸展，立，古代习惯写一个直，这样子。圆，忙有点表现性了，就这个撇，那都是属于有表现性的。这里可以分段，也可以合起来，每个书家写的都不一样。抽就不用写大了，因为上面笔画都很。大的话，在这里缩小一点，抽条又有机会可以加重，这边线条都靠近一点了，因为靠的不够近的话，字就会松松的。主要那也是中宫的位置，撇点条。